今天刚好有空，把它拿出来看。对，突然直播，你可以把它放小声一点。我觉得一个人写字有点不好玩。最近买了一本学怎么写瘦金体的字体，并且最近特别想练大字，然后我觉得大字很难写。但是大字又特别有用，比较派得上用场。就是想不开呀，不行吗？一个字写一年，21号，21号什么？但是就是不想写钢笔字呀。写钢笔字，写毛笔字又不是拿来实际应用，不可以有个人爱好吗？好复杂。哒哒哒哒。谢谢配合。等我把这一张大字写完了，我就开始写小字。什么意思？哼！哎，弄到我衣服上。买了这么一大本，真是大字。然后照着写，我要摆脱临摹，摆脱临摹，但是还是不能缺少临摹。拿个镜子对着手机看，什么意思？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好，它是翻过来的，要不正过来看，你们看到我真正写的啥样子的。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。大
大字真的好难啊，又写糟了，好想添一笔，算了，重新写。错了，现在楷书了，这个是勾上的，粗细也不对呀。现在90后、00后开始养生。要做一个佛系偶像，但是我觉得做佛系偶像的话就糊了吧。佛系偶像等于糊。放心，我不会放弃我自己的。这个是在哪个位置啊？要斜一点。肯定是我手没放好，但这桌子太小。怎么这么丑？啊，死了。果然，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。那你告诉我毛笔应该怎么拿？这么拿，对吧？
看到了吗？对呀，这个是写楷书的笔，但是我懒得换了，因为刚才在写楷书。等我写完这一排，还是继续写我的小字吧。写大字写一个就要写好久，急的我。啊，太丑了！太丑了！我觉得这个字体是要写的快，太丑，哎呦，停止不住的吐槽。它这个蜡为什么这么粗，而且还可以这么好看？粗，还可以如此好看，学习一下。
事。怎么起笔？上起，然后下，然后变轻，然后重，对吗？没有 BGM， 对哦，没有 BGM， 儿子。帮我放一个 BGM 吧。你睡着了吗？蚊子他没有睡觉。看你们说了什么。阿姨，我不是杨姨，你发错了。他在看剧呢。怪怪的，有 BGM 呢。Hello。就随便放，哎呦，听一听蚊子的歌单。我的笔干了，上面干掉了。
觉得太奇怪。我的瘦金体写的不够帅呀、啊！你说我的字写的不够帅，太死板了。死板的写的，好，这是最后一个字了，我要放弃写大字了，放弃写大字直播了，写小的啦。让我在一个人寂静的时候再写它吧。我觉得急性子会被我憋死，对吧？放一边去。换一张。别临摹吗？也可以呀、啊，但是我现在还需要临摹。草书不会，写大字就让我在私下念念了。怎么干掉了这？加点水，下一场公演不知道耶，你们应该官网上有呗，你们去看吧。口袋好像也有下一场公演。
21号。嗯，对。王公也 ，Hello， 下午好。对，不能模仿别人。学习阶段。那我换一张格子的吧，行吧。小格子，然后照就行。不是呢。我决定等这个墨水它干透之后我就不写了，太干了。发现蚊子歌我都没听过，
对。果然脱手写作。这歌放的我都写不下去了。还不是你们要BGM吗？主要是我都没听过，找不到节奏感。看小偶像如此的用心，懒虫们是不是该起床了？小偶像已经结束了上午的工作回来了。话说这现在已经下午了对吧？快吃晚饭了。对，快吃晚饭了。睡午觉的也该起床了。蚊子要打我了吗？你不要打我。Da-da-da-da